近我有看一篇文章，啊，这个医生写，伊有对人的健康的看法八项，啊，这八项呢，其中七项差不多，咱大家弟姐妹拢真清楚，就是讲啊，食物件爱平衡啦，啊，爱运动啦，爱啉好的水。主的快乐。
检查伊，伊阁来到伊中间，甲伊量，互伊个性命受着危险，所以伊着将因个门关甲真紧。正人伫惊伊啊，伫暗时、伫黑暗中、伫惊吓中间、伫无盼望个中间，迄时主出现伫伊中间，甲伊讲：愿你平安。也阁互伊看，我是迄个真正经过死亡个主，所以互伊看伊手所滴。伤口甲血的伤口，迄时门徒忧伤惊吓，有一个大个转变，变作欢喜甲平安，欢喜甲平安临到个门徒个中间。这是人甲主中间建立迄关系个地步，主个灵、主个生命、主来到个咱中间，所以建立平安。甲喜乐啊的关系啊，即主享受即个真好的平安甲喜乐在咱中间。我深信咱兄弟姊妹拢有安尼的经过，嘛有安尼的体会过。就是当咱信主的时阵，主的圣灵入去咱咱内底时阵，咱真紧就去抓着迄个快乐，真紧迄个平安甲喜乐就进入咱的中间。总是主并无甲门徒讲喜乐甲平安临到你。安尼就算无，主也嘛无讲我的平安予你，主就到遐结束无。主讲恁着爱起来，恁毋是干呐停留伫遮，恁着爱进入人个中间，将福音个使命传出去。即个动作是一个动态，毋是静态。所以伊进一步要求伊个门徒爱继续。主耶稣伊本身早前所传的福音，伊讲早前主耶稣咧甲门徒讲，早前我受差遣，受主上帝的差遣，我去做传福音的时间。今仔日我要将这个伟大使命、重要的使命下接，恁就接着去传这个重要的使命。这两点内底，咱要来看出两项代志。第一项代志是讲，当咱个人领受主的圣灵进入咱的内面的时阵，咱虽然有喜乐的生命，总是咱唔通袂记住，传福音是咱足重要的使命甲重要的代志，因为咱要去为主来做见证。第二项，当咱引出人一个人来信主以后，咱组织，咱建立教会，教会上重要的代志，也是一个共款，是传福音。教会是一个活的团体，教会是将人关起来，啊，咱伫遮尽情来做礼拜，因为是传福音予人，是一个活的属性，是一个活的动作，毋是一个安静的坐伫遐无代志。当人的生命拄着主的时阵，会得到改变。当人的生命拄着主改变的时阵，伊有一个反应，就是会把迄个活力活出来，然后伊欢喜甲人分享，欢喜去甲人讲主耶稣的故事，欢喜去甲人讲主在我身躯改变的故事。所以，今仔日咱一个人伫遮，咱先注意着。在这条信仰久久的路顶面，咱敢还阁有保持迄个活命说啦，亲像一口啊一个湖，有水入来，阁有水出。当咱的生命在主的内面，接受主福音的恩典、福音的话的时阵，咱领受着这个喜乐、平安的源头的时阵，咱阁甲人分享的时阵，咱在这个水入来的咱的内底。即、这个喜乐，即、这个平安，一个咱个内底，较袂变臭气，较袂变死水。所以，毋知咱有变作死水无？啊，是咱要有完整文化，愿意将即个福音、即个活泼个信息去甲人分享，互人知影伫主个内面有真正个平安，有真正个喜乐。当
水阿叔分一口气。门徒在迄个时阵，就去领受着迄口气的气力，这是一个关键。早前因真惊吓，唔敢出去，秘咧做伙住进，总是主的气入去因内面以后，因就敢勇敢行出去，勇敢去传福音，互主的气力充满伊内面，爱当活出信仰的真情。今仔日的信仰的真情。还阁有偌济在咱的内面？迄个活命的热情，咱还阁剩偌济？咱愿意奉献给上帝，还阁剩偌济？迄个活气，迄口气是哈尼样的重要。啊，创世纪第二章后甲咱讲较真啊，安尼记载，当上帝立土做一个人，一个土人的时阵，迄个是一个人，是一个土做的人。当上帝将伊的气透过伊的鼻孔分落去，这个人领受着上帝所分出的气了，这个人就活起来，这个人就成做一个活的人。活的人是咧创啥？活的人就是咧认捌上帝的话，要听上帝的诫命，要遵上帝、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啊，这还要创啥？听上帝话，听上帝诫命，遵守上帝诫命，这在创啥？就是要吼，成做一个上帝所欢喜的人。要成做一个上帝所欢喜的人，伊才有迄个气力，将伊所领受的福气，迄个福音，甲人分享。主耶稣，迄一口气分在门徒的心中，五道分以后。就够个气力甲信心，去面对因头前要传福音的困难挑战。同款，主的灵进入咧咱内面的时阵，咱就有够个气力去承受，有够个勇气去改变，有够个听候主的时间去改变头前的困难。无管头前的路安怎。咱就爱坚坚持，决断的信心，主要带咱头前，伊要陪伴咱去完成伊所交代咱的事。安尼来讲，信心在人的中间，伊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？当你有信心在你的内面的时阵，人会显出谦卑的灵，伊咱的谦卑。欢喜伫主的头前来思考，用主的话来反省咱家己，把家己的软弱、家己的无够，完全放伫主的头前。若是会当安尼的时阵，咱就有法度去体贴、去了解别人的软弱。人甲人中间，爸囝、老爸甲囝中间，老母甲囝中间，就会产生。可爱彼此相了解的一步，啊，这个就是人甲人中间的同理心。保罗阿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安尼讲，伊讲，逐项代志拢通做，总是无一尽如意的。保罗咧提醒咱，如果咱若期待，望咱所讲的代志，咱所讲的话，咱所做的代志，咱的囡仔。也是咱的朋友，也是咱的同事，也是伫教会内底，要真做有意义、有建设性的方向，就爱常常来想：我讲这句话，我做这个代志，敢是有利益的？我做这个代志，敢是主所欢喜？用主所欢喜来想讲，我要安怎讲，我要安怎做，通来改变我甲囡仔的关系，来改变。我甲人个关系来改变，我甲同事、甲朋友、甲朋友中间，安尼建议、安尼讲话，用主个角度来咧想、来咧讲，才有法度成做一个有建设、有意义个方向。
失去平安、失去快乐的心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咱都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，把咱的软弱、把咱的无够用，放在主的头前，目睭直直看咱的主，主就会保守咱，无让咱的生活，无让咱的人生，让软弱较硬。当有主的信心同行基督徒，伊所表现的就是伊也亲近主，欢喜，嘛伊也爱行主主所啊引出的，就会伫工作中间、伫教会生活、伫家庭中间，会产生彼此三人行互相关心啊的关系。当主的听伫咱的家庭中间，当主的听伫咱的教会中间，当主的听伫咱工作的中间，夜起的时阵，出现伫咱的身躯的地方的时阵，咱的信心就会愈坚定。咱所讲的方言，就有济济啊，来三千文来信。当门徒受到主所阿布的这口苦，进入伊的内面以后，因就徛起来，徛起来努力去传福音。今仔日主的开嘛，入伫咱的中间，咱有徛起来，勇敢为伊做见证。咱有改变咱家己无？啊是咱是坚持？伫家庭中间，咱就是坚持咱的意见，敢若这条路尔，无其他的路。啊是咱肯改变，互主的灵甲咱改变，咱就软落来，来看主为安怎咱，为着咱流血，为着咱定的是。主放在咱的心内，让主入伫咱的厝内，让主入伫咱的教会，让主入伫咱工作的中间，让咱的所有所在拢会当享受着主所祝福的听。啊，阮大概咧将近四年前，阿爸伊咧即摆搬来厝，啊，阿爸伊已经厝啊，啥物工课拢袂晓做，然后就紧张。啊，过一个冬天的时候，迄、那个第一个冬天的时候真寒。啊，阮兜的迄个野的迄个草啊，就死甲安尼打打打，然后我就真紧张，啊，常常就伫遐行来行去，看来看去，啊，毋知要安怎甲用火安尼搁挂起来。啊，有一日我隔壁迄个太太啊出来，啊，阮两个就伫遐开讲，啊，我就来讲，啊，你搁看这个草啊，死甲差不多啊，敢是我着爱来甲伊好好的啊，搁重新来。咧笑，伊讲：“啊，你毋免做啥物，你豆豆仔等，当春天来，雨水到，伊就搁生起来。”我想讲，嘿，啊，伊都打到差不多打透口气啊，较有可能搁活倒转来呢。果然无错，当天气较温暖的时阵，草啊就搁活倒转来，因为草啊并无死去，因为伊的内面有生命啊，这是真趣味的代志。总是咱嘛拢知，咱逐个人拢比我较有经验，咱拢知。我恰恰甲咱个兄弟姊妹请教要怎用草啊，要怎用啥物吼？咱嘛拢知，迄大片个草啊，并无逐位拢总生落转来，有个所在就真正孤单，真正死去。即予咱想，咱信主有无？主活泼个灵，敢是还佫伫咱个生命？是咱已经离主，主也离开咱。这个信仰无够真做一个活泼、喜乐的开来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、十四节伊安尼讲：教会是身体，主耶稣的身躯。身躯，这个身躯内底有无共款的肢体，无共款的肢体有无共款的功能，因为无共款的功能。最近啊，我的脚拢常常痛，啊，嘛我足不准，啊，我就知做一个无健康的人，所以袂当常常去运动。你教会有健康的肢体，教会才有法度运作。健康的肢体，嘛爱建立的肢体互相尊重，用主的听互相鼓励，互相提醒，安尼教会才有法度正。
相信咱会记这个过完节。咱台湾的同乡，真侪人都嘛甲咱同款在过过完节。但是我相信，真侪人并无了解过完节的意义，并无了解过完节对基督徒来看有啥物重要性。我想了解的人真侪，因真侪人无法度通相信，也无法度通体会。过完的意义是啥物？过完的改变是啥物？但是我相信，每一个基督徒的主角有将主过完的生命来活出来，有将主所分的迄口气活出来，将主的心活出来，互同样去体会看到的东西。我相信，因就会当了解，因就会当明白。个话是啥物？因就会阁去感觉个话即是一个节气，甲因完全无关系。当冬天时阵，咱看到迄树外树啊，嫩甲光光光，拢无树啊，好亲像拢无生命个共款。总是春天个风一吹，一奔来，一透来，树叶就渐渐生出来、发出来。当咱看到时，咱人的心情也感觉真快乐。咱若毋忙，迄个春天紧紧到，迄个生命力就是基督徒所需要。迄个来源甲方法，敢若一个所在，一个方法，一个所在当地，就是亲近主，谦卑，愿意听主的声，安尼的人较有法度。今仔经文也阁有第二个。点，咧讲着多玛的故事。对多玛的讨论，咧过去已经有侪侪观点，啊侪侪的想法啊提出来啊分享。所以我并无要阁讲真侪，我只是有要甲大家来分享一个角度，就是当多玛伊的内心，当多玛伊听到其他的门徒五义分享啊，各外主在因聚会时阵来到因中。佫予因看到伊个手无，佫伊下下啊所伫个伤痕个时阵，多玛认为我无看到啊，所以伊毋相信，伊毋肯相信主来到伊中间，伊内心怀疑，完全无相信门徒所讲。伫我来看，多玛是一个勇敢个人，伊会当表明出伊个无相信，伊表明出伊个怀疑。这个东西，主怜悯来了解伊的心，所以主搁一间来看，拥走多玛的信心。多玛的怀疑，多玛的失去信心，多玛面对家己软弱的勇气，予咱学习着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毋通将咱的软弱家己行动，咱着爱提到主的头前，予主的帮助。咱爱用主来祈祷，互主来帮助咱的需要，来扶持咱的软弱。最后，我要来讲一个故事，来做一个结束。周先生啊，伊久的啊，拢真爱啉酒，啊，啉到尾啊，啊，人就叫伊酒鬼。啊，伊常常就啉到醉茫茫，啊，毋知影时间，啊，毋知影日子安怎。啊！伊本来有趁一撮仔钱，啊，总是因为久久咧啉这个酒，啊，啉到空空空，啊，所以身躯也拢无钱啊，啊，所以就伫伊个厝啊搬去咧，啊，搁较无好个所在，啊，搁较垃圾个所在，啊，离很多。早前伊有一挂朋友，啊，看伊真爱啉酒，啊，啉到身体也无好，啊，常常啊醉在路边，啊，常常有时啊困到路边啊，困到天光。啊！伊一寡朋友早前啊，都拢常常甲苦劝，啊，你毋通阁安尼啉酒，安尼好。总是苦劝真久了也无效，所以伊也就无阁插伊。啊，看到伊个时，感觉汗伊个头，感觉无路用，无希望。啊，一个酒神神，叫做老酒，啊，伊就有一日，啊，就行行行，啊，啊无，遐一间教会，啊，就想讲入去教会。
知影，吼、哦，煮糊啊鱼糕，但是啉甲安尼水流流，身躯袂臭味，所以伊就开始努力地改变家己。过一段时间以后，伊就开始无啉酒。佮过一段时间了，伊佫变做另外一种个人。伊伫教会内面，常常爱去做人无爱做个代志。当伊伫路里，也是伫伊住个附近，也看到啊一挂以前个朋友，啊啉到醉茫茫，啊倒伫涂骹，啊吐到规身躯个时阵，啊伊就甲伊扶入伊个厝内，啊甲伊清理，啊甲伊整理好，安尼清洁清洁，好即个人。若是有人啊，把迄个便所啊用到做垃圾，互人要搁用的人真无爽快的时阵，啊，伊就去把伊清好清气，啊，互迄个使用的人心内感觉真爽快。搁较奇怪，即个人虽然伊努力啊，要互伊的生活变搁较好、搁较好、搁较好的中间，即、這个过程中间，伊知影伊咧行真努力的行的中间，伊的面拢保持真好的笑。笑容，伊也无管别人啊，无爱做个代志，伊去做，伊嘛真快乐，无勉强去做。伊用欢喜个心去服侍人，去做人无爱做个代志。伊也常常帮助来教会个方内时个朋友啊，互伊感觉真温暖。有一日啊，即个教会啊有一个聚会，啊有一挂。一个人啊，落来一间教会，啊，因为天气真寒，啊，大家就招来一间教会，啊，一反正都有聚会，啊，来坐到内底，还有烧气，还吹，啊嘛袂歹，比伫外口较温暖。啊，正人拢坐椅仔顶，像因安尼拢坐伫遐，啊，拢无因为讲道无好听，所以心拢走去别位去，啊，拢无人咧听讲道，啊，有人伫遐度过。啊，久久有安尼空气安尼真好啊！这个人的身躯搁臭臭，味无好，啊，伊就行，啊，往台仔前，往头前直直行，啊，行去到迄个讲道的人，会讲台下骹，啊，怎样去骹怎跪落去，啊，伊就大声来祈祷，讲主啊，帮助我，伊不断在求叫上帝帮助伊，伊讲上帝啊，把我变亲像老祖共款。迄个老祖共款，我要变甲迄个老祖共款，充满快乐，服帮助人，服侍人，充满快乐，充满有信心。我要改变，我无爱阁像我即下。迄个时阵，大家拢惊一跳，哇！伊要创啥？爱甲伊讲，伊要变甲老祖共款，都有人行去伊个边仔甲伊讲：，哎，你讲唔对去啊！你应该讲。哦，上帝啊，把我变亲像耶稣同款。啊，这个人，怎感觉真怀疑，目睭也真奇怪，都问这个讲的人讲，啊，耶稣，啊耶稣，伊亲像老祖吗？我唔知兄弟姊妹，你来来想一个故事。健康的身体是咱每一个人所需。虽然一个人拢努力咧运动，啊，健身食物这袂当食，迄袂当食，遵照医生的交代去做，总是是干咱这以外，信靠上帝，上帝是咱生命健康的一部分。有上帝当行的生活，有上帝所享受完美的生活，咱就变做一个快乐的人生。咱若要成就一个有快乐的，将福音带予咱四周，愿主帮助咱兄弟姊妹，拢过一个有快乐、有活命的人生。咱做来，主，我感谢你，话放在阮中间。虽然阮软弱，阮地位无够，主求你帮助阮，用阮的心来倾听你。然后